这个指甲比那个指甲稍微严重一点。它超级长哎。对，也好修，一样的，也好修，修的话跟那一样。一千五的，拿过来。这个。后来就那李亚修了，然后李亚修好，后来我就每月我就来月修，有人通话就回来，第一件事情修不修，我也修不着。以前在外面修吧，不行，外面有人一修，他就给我修破了。就修他也管转，他把怎么着感觉他就是这个指甲嘛，他就修，他老顶上去，他就是不忍心转下来的，不忍心倒割下来的。这个要那个修到底，把它断掉，一弄就出来了。对。要钉在上面硬拽的话，肯定不行。你好。好，你坐吧。有人。吃点吗？换一下药。坐了。几个小？一个是吧？修了甲会炎吗？是的。有的家里现在头疼。